This is a song born in the struggle of the brave Chinese people. It begins, Chi Lai. 各位，依家由何良茂主持《北望神州》节目。近两个月嚟，香港反送中事件持续发酵，都系因为特首林郑月娥喺过百万人上街游行后，就宣布暂缓逃犯修例工作。但佢点都唔肯公开用立法词汇嚟表明撤回呢条送中条例。咁啊，香港人谂到，你搞坛修例，大概都系北京意图啦。原來就希望快刀斬亂麻通過，咁啊方便日後喺香港咧就捉啲異見人士啊、逃亡犯啊等等翻大陸受審。咁啊依家受挫就按下不表，唔表示當局唔想佢通過。咁啊將來卷土重來都係要完成呢挺國家級任務㗎。咁啊所以林鄭堅持唔用撤回呢兩個字，一定有玄機，估佢仲想實現政治殴打嘅。咁啊，講到暫緩呢兩個字咧，原來四年前大陸709維權律師被捕事件啊，個起因原來都涉及同類字眼。哎呀，咁湊巧嘅。嗱，話説當時咧涉及中國刑法修正草案，響2015年嘅七月初，呢項刑法修正草案咧就被律師界嘅業者大力反對。咁啊，宣布暫時擱置，係啊，你冇聽錯，就等於林鄭所用嘅暫緩嘅意思。咁啊，大陸各地嘅維權律師當年已經話，當局就話擱置修例，但對未來咧，佢哋都唔樂觀嘅。咁啊，為乜反對啊？以修改嘅刑法啦。嗱，據維權律師黃宇話，刑法修正草案冇依照國際標準，俾律師喺刑事辯護上有豁免權，話將令所有律師都受影響。咁啊，到2015年七月八日，有北京律師咧嘅團體就向全國人大常委建議拿掉刑法修正案（9）草案二次審議稿入邊頗有爭議嘅第35条等，同埋加入律師職業保護嘅平衡條款。誒，咁你就犯大忌啦！權力中心咧，本來就想壓制律師界去維權，你依家仲想加入保護律師嘅條款，你真係想創天鵝肉啦！咁呢啲律師跟住紛紛都中招。咁官方其實就好快亮劍，同年7月10日朝早即係凌晨就開始48小時內，當局大規模喺各地逮捕維權律師、人權捍衛者，咩數以百嘅人士被捉、失蹤、限制人身自由、約談等等，一時之間就風聲鶴唳。咁呢件事啊，就稱為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當中最多人談論嘅就係其中一位被捕律師黃全章。嗱，佢被囚禁4年後，到今年年中，佢老婆啊李文竹先至可以入監探望佢，但已經剩翻半條命，痴痴呆呆坐埋一旁。今日黃律師都不斷自言自語話：老婆，你都唔好再嚟探我啦，佢哋對我好好啊。各位請諗下，禁閉4年不見天日，一直唔俾家人探訪，比著你係 Rambo 難保，識攞挺機關槍咁把炮，遭到長期密閉式坐監啊，就算生龍都變狗乸蛇啦。黃全章只係一單案例啫，其他被捕者一樣冇得到合理對待，受虐嘅報道陸續傳出，就國際好關注。乜中國政府虐待709維權律師，被指違反國際法，成為嚴重嘅人道災難同埋人權危機。你話啦，香港人睇到大陸公檢法系統咁樣一家親，冇曬司法獨立，疑犯嘅人權受到極端侵犯，十足好似關埋門打仔咁離譜。喺香港人眼中，唔同你反送中就世係假啦。乜709事件仲有下文？乜中共黨國宣傳機器不斷抹黑，話啲律師同黑社會勾結，係咁砌佢哋生豬肉，想證明逮捕你係有道理。乜好似2015年7月11日，咁啊新華網就發布題為好長嘅題目，揭開維權事件黑幕，
公安部指揮摧毀一個以北京豐瑞律師事務所為平台，維權律師推手訪問商戶勾連，滋事擾罪的涉嫌重大犯罪團伙，哇！爭啲武器。啊，呢項報導咧就話公安部摧毀以北京豐瑞律師事務所為平台嘅重大犯罪團伙，團伙即係嗰啲黑幫咁解。就話維權人士係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企圖達到不可告人目的。哇！咁鬼似香港反送中嗰啲官方嗰啲啊反擊言論嘅。咁啊，當時官媒形容有律師咧就同上訪者勾結，組織啲職業訪問滋擾生事，擾亂法院同埋政府工作秩序，要向政府施壓。各位，依我觀察，大陸維權律師純粹因為知得黑幕太多，不同官方一起維穩，就有對刑法修訂又講咁多異議聲音。其實他們具有獨立思考，就變得十足國王的新衣嗰個古仔入邊大叫皇上你冇著衫，各位小朋友咁，令到至尊者冇曬顏面。咁啊，大陸啲律師啊，為咗公義抗議修例，搞到自己專業執照被吊銷。咁啊，香港人近月集體反對逃犯修例，年輕人就空群上街，又食催淚彈。唉，今日喺中國要做個有良知、擇善固執嘅公民，代價都幾大。逃犯修例演變到今天，都是因為有極多香港人看穿了北京想利用逃犯修例這件事來限制香港人已經享有的自由，香港人就決定上街抗議，不想香港淪為大陸其中一個城市啊。只不過以林鄭為首的特區政府只是向黨國利益傾斜，蔑視700多萬港人的根本利益，這樣就形成價值觀大衝突。北京一向打壓維權者，現在連曾幫過709被捕律師的律師都一拼殺無赦，對他們趕盡殺絕。現在來看看曾代理王全璋案的維權律師陳建剛怎樣在當局步步進迫和暴力威脅下，最近不得不全家走上逃亡之路。開片。維權律師陳建剛曾經代理709案中多個被捕律師的案件，之後他多次被當局約談，限制人身自由，甚至是被禁止出境。終於陳建剛一家人在人權組織的協助之下，越過中國邊境，再搭飛機逃亡到美國。北京維權律師陳建剛和太太以及分別8歲和4歲的兒子，在人權組織對華協助協會幫助之下，越過中國邊境，由泰國坐飛機經菲律賓逃亡到美國。抵埗之後，他在 Twitter 上報平安，說受到中國政府的威脅，面臨失蹤、酷刑和生命危險，為免妻兒受到株連，開始了這場艱難的自由之旅。你還記得他們拿槍對著你的腦袋嗎，兒子？記得嗎？你等著，兒子，爸爸絕不會放過他們。接濟陳建剛一家的89學運領袖周峰所透露他們最新的狀況。他到美國以後最開心的就是他說你們小孩子小兔崽子可以盡情開心了，說只有在這裡你們才是真正安全的，在國內任何時候爸爸都沒法保證你們的安全。709以後中共反覆用他的家人就是妻子孩子的状况威胁他，就不让他孩子入学啊，不准他们出境，这是他想离开的一个很重要原因。40岁的陈建刚是内地著名维权律师，曾经代理709案中被捕律师王全璋等人的案件，最近因为代理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新抱王院的案件，被当局警告已经触动政治红线，要求他立即解约。让我见利忘义，背信弃义，不然就是赤裸裸的威胁，要让我失踪。陈建刚早前获得美国汉弗莱奖学金，原定今年4月前往当地修读法律和人权相关的课程，但当局以他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不准放行。嗱，呢位陈建刚就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新抱王院的代理律师嚟噶，因为他遭到政治迫害，就备受压力，一家四口
經過一個月逃亡，在8月3日呢由泰國就去到花旗國，並且向美國政府要求政治庇護。陳建剛這幾年受到政府不斷騷擾，包括威脅不讓他仔女入學，好像2017年8月初山東委博主高雄明就說，保護並實現學齡兒童受教育的權利是中國政府無差別的必須履行的義務，即使學齡兒童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是罪犯，是國家公敵，都不可剝奪。當時高雄明說，當北京當局必須保障人權律師陳建剛的兒子兌現入讀小學的權利，即是暗示北京有官員曾利用小朋友的入學權來到脅迫當事人要向政府屈服。原來陳建剛也都代理過王全璋案，他在美國向媒體所說這番話，可以說道盡大陸維權律師所面對的極端困境。他這樣說，中國政府過去幾年一直以我妻子和孩子的安危來威脅控制我，這個我不能接受。過去我一直在聯繫前往美國留學，但中國阻止出境，基本上合法出境的渠道全部被整斷了。現在中國又在習近平統治下越來越接近文革的狀態，接近招先的狀態，我深切地知道我們這個辯護律師的工作狀態。中國政府希望把辯護律師變成一個騙子職業，你要不然就配合他們到法庭演戲，要不然就被找起來或者吊銷執照。大家可以想像，今天做中國律師好像參與演藝行業一樣，要主動配合黨國體制去做政治大龍鳳才有飯開。陳建剛說到明他不玩這挺馬騮戲，中共就出到下三濫手段，包括利用他家屬來到做人質，卑鄙無賴到極。原來有律師介紹王婉就給陳建剛，單案呢主要是針對當局用民事訴訟程序阻止王婉離開中國，因為周永康這位新抱是美國公民，以及為過去幾年對他判刑的案件做上訴。據陳建剛透露，他認為王婉這兩單案有很多問題，本質上是當局對他政治迫害，而他幫人打官司就不表示他支持周永康。在中共高壓政治氣氛下，連接手替政治犯家屬做辯護律師的都受到政治阻撓。中共不同意政治犯和家屬都享有公平公正的司法權，那你幫手辯護就被認為政治不正確，但是這樣的政治迫害根本也都違反了現代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原則。其實人權就高於政權，就算政治對手被捕之後都照樣享有憲法賦予的一切合法權利，不能夠因為他政見不同就剝奪了，亦都變為將他變為二等三等公民。你這樣將人民分等分級是違反平等原則。現在坊間有人認為中共政權恐怕已經淪為徹頭徹尾的法西斯黨。說到國民平等觀念，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開宗明義寫得很清楚，是這樣說的，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給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才在人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這裡就透露出權力的謙卑和權利的神聖，當權者要清晰自己的權力來自人民，而被統治者就要認識到保障人權正是宿野匪懈的重要責任。晚清翻譯家嚴復在1903年就出版本書，就將1859年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 John Mill 的名著 On Liberty 就譯為群己權界論，成為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明燈，
我讀大學嗰陣時已經知道呢件事，已經好印象深刻對群己權界呢個詞。咁首先嘅意思係話，個人只要在不傷害他人的範圍內，應該擁有完全嘅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同埋個性自由，即係行動自由。呢項原則嘅實施，有賴於對政府同埋其社會權力嘅界定限制。群己權界亦構成自由的核心原則，即是一個社會的權力應該是一種基於規則的權力，主要通過劃分政府的權界，尊重又保障每個個體的權利。當然從美國立國文獻都知道，為著捍衛自由，人民的權利重中之重就是限制政府權力，讓他不要走向獨裁，所以就設立定期選舉，通過個人自由去界定政府的權力來源。政府的權力根本來自人民的嘛，是不是？現代文明社會是很重視三權分立，即行政、立法、司法。這三種國家權力是由三種不同職能的國家機關行使，互相制約和平衡的。這三大政府機構是共同存在，但互相制衡。現在是世界上多數國家採用的政治制度，但是大前提要有定期選舉，要定期補選才行，等到掌權者不要長期霸位，霸住個位搞獨裁，甚至因為擁有絕對權力衍生絕對腐化。這些正正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重要政治原則和態度，一種制度來的。各位，分權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他提出國家有議事權、行政權、司法權，因為治國，國的治亂，即是治亂興衰，即是說幾時太平幾時暴亂，是取決於三權是否調和。大陸維權律師的存在，一方面就弱勢社群遭到官員剝削、逼迫代為發聲，另一方面也都通過合法的專業工作制衡官員濫權，限制政府權力，令到它不能夠無限膨脹，去保障民權。但是在大陸專制體制裏面，維穩需要壓到一切，於是維權律師經常被視為政府人員的眼中釘，就好像山東維權律師李金星一樣，因為不肯跟政權中人同流合污，上個星期就被吊銷執照，現在先去片看看李金星做過什麼，以至被當局釘牌。打過多宗維權案的律師李金星被司法廳吊銷律師執照，在聽證會上辯方證人全部被公安攔截，不可以進場作供。李金星說，入到場旁聽的都是官方安排的人。人權律師李金星被吊銷律師執業證書的聽證會星期二在山東濟南舉行。在聽證會現場，山東省司法廳一早就有多名警員和便衣在門前把守，現場亦都停泊了警車戒備，幾個辯方證人被禁止出席作證。我作為證人，我現在一直是在拒之門外了，我希望今天能夠到法庭上給李律師作證，他是一位好律師。我們在門口被攔阻，连是山东省律协和司法厅的人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被拦上来了，根本就没办法进场。在709案中被捕的律师谢阳打算入内旁听，同样被公安阻拦。我们本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想过去旁听一下。律师，你是在干嘛的？对不对？我是律师而已。多名到场前往声援的民众，包括709律师妻子李文竹、黄兆领等，同樣不准入內。李金星曾經處理過多宗維權案，包括郭飛鴻案件，今年被當局指在微博上發表不當言論，被濟南市司法局停業一年，隨後面臨吊銷律師執照的處罰。李金星其後在微博上表示，除了證人無法進入，現場旁聽的都是被官方事先安排的人。至於為什麼不讓文東海和李寧等人作證，司法廳說證人出庭不影響事實的查清，所以拒絕了他們的申請。而代表李金星的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何海波表示，李金星被吊銷執照的六條微博只是行使言論自由和公民監督權，沒有理由被處罰。
不过司法厅都以李金星违反中国律师法第五十一条为由，正式吊销他的律师执业证书。李金星在微博上发文表示，做律师最紧要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于就此要告别律师生涯，一啲都不后悔。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星期报道李金星那篇文章题目，我认为是发人心省。他题是这么讲的，别让帮人平冤的律师自己蒙冤。大家看过新闻片可能会问，中国的法院有没有再离谱一点啊？举行听证会那天公然在法院大门阻挡其他帮李金星的民众进入发言，而在听证会程序真的搞一言堂，即是说连戏都不再做了，直头赤裸裸摆明打压，即是山东省的司法厅今次非要除你牌不可。各位，法院这样搞，如果不形容他无法无天，我认为直情叫他做和尚打散，那么还形象化了。8月6日上午，李金星吊销执照的听证会在司法厅举行，而在当晚山东司法厅就以罕见速度连夜下达了针对李金星的吊证处罚决定，出到这样的火箭速度，间接说明当局早就欲除之而后快。请问这样不是打压法律界意见人士还是什么？而且这样的雷霆行动其实就是要消除政治噪音。说回当局为什么要这么重手处罚，主要是李金星他为人很低调，但是他在律师界是有帮助平反冤假错案第一人之称，在业界声誉响当当的。维权律师在公权力任性的年代确有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和维护社会公平公义的效用。纽约时报的篇分析又说，山东当局对李金星处罚在实体上是侵犯了律师的宪法和法律权利，律师就靠执业为生，吊销律师牌照就好比吊销司机执照，必然对当事人一生造成重大影响，还对个人和家庭的生存造成困难。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中共官员凡决定逼迫一个人是绝对不会作出人道主义考虑，如果有中共的官员都不会抛弃一些这么没有人性的恶行，将人逼到死路这么滞啦。按照中国律师法第49条规定，只有违法情节严重的才经由省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执照，但是什么构成情节严重啊？以冤不偿，这就留一些空间给人入位了。纽约时报还语重心长地说，在大陆今天各方面不尽如人意的法治环境下，律师的权利保障对于防止和纠正冤案极为重要，但是近年律师他的执业环境不断恶化，他的权利屡遭侵犯，已经到了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为了区区几条微信微博内容就吊销了一位律师执照的地步。这样搞法也都可以成为制造大规模冤假错案的制度温床。这排真的多了意见人士的坏消息，只不过上星期都有一位维权人士出狱的，他就是原本叫做杨茂东，现年53岁的郭飞鸿，坐了6年监出狱了。他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在这里要向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三位中国领导人发出郑重呼吁，请三位领导人在未来3年内为中国有序的政治改革做3件实事。第一件就是要推动全国人大批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件就是要基本放開新聞自由。第三就是要在全國選100個縣進行縣長直選試驗。郭先生的立意很美善，
但是啲領導人聽得入耳嗎？咁郭飛鴻咧係法律工作者同埋作家，多年都從事中國嘅自由民主活動，係力挺維權嘅。咁啊，2005年起咧，佢曾經四次被中國關押，就兩次被判刑，合共坐咗11年監。正如毛澤東講嘅，唯有犧牲多壯志。喺大陸現今威權體制，為民請命往往是可以毀掉個人事業前途的超高危工作，都還是有很多人前赴後繼義無反顧地去做，這種美德很難得，非常值得大家敬佩。但是奉勸大陸政府，你這樣連維權的力量都打壓，就是將社會安全會失都是全部都堵塞了，那即是整個社會遲早到爆，後果自負，聽清楚，後果自負。好了，我今天就講到這裡先，並多謝各位收看，下週再會。 Arise, you who refuse to be bond slaves, let's stand up and fight for liberty.